如果在夹娃娃店生存七天，我们不带任何东西进来，究竟可不可以？我们没有那个钱，我们可能要先找钱。I found it. I just told you. 哎，那什么？刚刚夹到的公仔。你怎么变成一个特上红茶了？因为这是我的魔法。就是这里有一些当地居民住在这里面。当地居民啊？对。那他后来就是被他们那个哎呦你怎么在这里？半夜 Good morning、你在这边干嘛？我在做陷阱啊，你看。这是什么陷阱？这个是我昨天夹到的吃的哦，我现在想要来抓一下夹娃娃机里面的野生的动物。他现在只要一到这个洞口进来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他只要一碰到这个，断头台耶，就关进去了，他就动不了了。哦。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夹到，看能不能吸引到一些野生的动物。我想要吃点不同的东西。哦，不错哦。可以抓野生动物，对。你要抓什么野生动物？兔子吗？不可以吃兔兔。好吃的都可以。OK， 就这样子。好的。那我们去，想要，因为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嗯。所以我想要先打造一个诺亚方舟。对，诺亚方舟能够让我逃离这个孤岛。我希望呢，这个诺亚方舟是有一点像车子的感觉。哦，对。所以可能要先夹几个轮子，轮子哦，对，轮子是怎样？就是可以让我快速移动的轮子。哦，车子啊，机车啊，摩托车、滑板都是轮子。机车跟摩托车不是一样？我突然发现它上面这只公仔有个小心机。什么心机？它穿一个很薄的裙子，很可爱啊。我已经，我这几天都没办法，都没有那个东西，都没有什么会动，都没有女生靠近。这一个这几天，这几天完全没有任何欲望。哎呦，出来了，有一个轮子了，有一个轮子，事实证明还是可以的。你要两个轮子，那就还是两个轮子试试看。两个轮子比较好平衡，是吗？对。是比较好平衡，还是比较好平衡你的损益？什么损益？损益啊！没有任何损益。损益平衡。Come on, baby. Come on. 好，在那边转圈圈，在那边旋转跳跃。不能接受。哇，这个位置好难啊！糟糕了，这个是得意的一天。天哪！哎 ，Oh my god， 本燕要出来喽，机会来了，出场！哇，没有，还有机会，机会更大，大机会吗？嗯，跟大都会是好兄弟是吗？什么鬼？大都会是干嘛的？被机台遮到，好痛，好痛，跟那个海里面那个水母一样的感觉，刺痛刺痛的，啊，看看发生什么事，啊，发紫了，啊啊啊 ，You see， 你要解药吗 ？You see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样你还可以继续夹吗？还是要继续夹。哇，那这么拼命哦 ！Yeah， 你是拼命三郎吗？想说你怎么突然大叫？啊，被遮到了，被遮到。Yeah， 诸位，这个挑战变得非常困难，在这个倒数第二天。你要不要赶快结束挑战回去？
不然你被蛰到了。不能放弃。连被蛰到都不能放弃哦。不能放弃。哇塞，已经快结束了，我们不能放弃。不然你的车子就只有一个轮子。没关系啊，单轮车也可以跑得很快啊。如果这个再不行，我们就单轮车。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。三轮车跑得快，三轮车跑得快。三轮车。虽然说听起来也很奇怪，但是又觉得。哎，通过了。笨燕，我们有双轮车了。太好了。哇！现在来试试看，可以滚吗？我们还需要什么？应该是没问题。很滚哦。我们可以这样子吗？哎呦，不错哦。不错。应该是没问题，我们只要再一个铺的，这样在上面。我还以为你要跟红孩儿一样，要铺的在上面，我们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再加一个铺的，铺一个什么板子啊？对，一个板子。板子要什么？这个长长的板子。嗯？哇，是那个长板铺大战。哇，这个长板真的是。这是当地人的陷阱，当地人又设陷阱，造成别人的困扰。这个，哇，这很大哎，这可能，这个你可以逃走，全世界都可以逃走。这个绝对可以成为我们的板，这个整个岛上的人坐上去都可以。应该是不行，还是只能我来。只要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逃跑了。为什么他在后面是三个傻瓜？什么后面三个傻瓜？后面的三个。这应该是这个部落的象征哦。这拿了三个水管，象征是 YouTube。哦，突破了，有胆子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，关键试试看看能不能让它滚。好啊，那谁滚？你要叫谁滚 ？Oh my god！可以耶，哦，只要铺上去就完成了。哇！完成，我们已经可以顺利逃跑了。不过你还有最后一天呢。我们要赶快去看一下我今天捕捉到的有没有抓到的东西。超进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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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Oh my god！ 有哦。Oh my god！ 分眼。Oh my god！ 哇！哇！真的可以丢陷阱抓到哦！真的可以，抓到是贪吃熊哦！呀、yeah, ，今天晚上就是这个了。哦，熊锅哎！哦，笨燕，我今天非常开心，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。我看你住在这里好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们明天还要。好，现在我就要回去享用我的晚餐了。好吧，那你赶快去享用晚餐吧。OK， 那我要走了。好。那明天就要结束了 ，OK， 最后一天了，加油，撑住 ！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！大家别忘了 ，Your lifestyle is fantastic， 别忘了，赶快到虾皮支持我们的衣服哦！好 ，Ready go， 拜拜！我来了，哎，半夜，你今天又在干嘛了？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只有一个的话比较难控制住。哈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它会。要一直向前滚嘛，然后它那个向前滚之后，右边那个就会掉下去，那我就没地方坐，所以我需要一个一直给它替换。虽然说我不是很懂，反正你就是再一个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要再一个，但是我已经快没了。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我可能就要随便乱找东西来代替了。哦，哇，这个动作有点缓慢的，真的呀。这个是还是有机会的。旁边那只很可爱耶。Oh my god。我已经快没有了，我今天已经把所有一切都贡献了。好，哦，说哈了是吗？说哈。那假美人公主出来，让她哦呦，我剩最后一个，剩最后一个怎么办？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哇，我们的刚刚好，卡蒂娜用完了。还有垃圾桶可以丢，这是我住的垃圾桶，这么方便。OK， 我想我们今天这样应该已经完成了，这也是他们非常有价值，但我要拿来当做车子用。好。
OK， 你的车子已经完成到哪里了？现在呢，就是我只要做了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往前滚之后，马上再接一个，再滚，再接一个，再滚，再接一个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滚出去了。这样好累哦。OK， 你直接用手吧，不会，我要相信我们交通工具。好 ，OK， Let's go。好。哇哇。我看你这样回去可能都已经抽筋了。段彦，哎，我们终于逃出了那个夹娃娃店孤岛。我们终于出来了是吗？吃了五天的零食，终于可以吃一份正餐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拉面哎，现在很爽吗？啊，半夜啊，这才是人生，太方便了，点个餐就有东西可以吃，不像我那边还要夹，还要变。现代生活真的太舒服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。Life is fantastic. Life is. 原来 Life is fantastic. 大家记得可以哦虾皮购买这件衣服。OK 了，那个奔彦，我们今天就是到这边，那个夹娃娃生存记就到这边结束了。OK， 大家记得小心，不要挑战这个挑战，很危险的。很危险。好，大家再见。Bye bye. 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在夹娃娃店。生存七天，生存七天，生存七天。